的 Toh。Sai Lang, Sister Grace。谢谢你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首先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如何认识赛爸爸的。其实呢，我是在1980多年的时候，刚出来社会工作的时候，我在一个报章上有看到有关赛爸爸的一个报道，当时只是这样而已。直到了我到了2012年啊，2012年的时候，因为我的邻居他也是赛爸爸的信徒，他邀请呢我来到这个Tangkak 的这个赛爸爸 Centre 来参加。当时有主办这个赛爸爸的生日的生日庆典的活动啦，因为我这个邻居呢，他邀请了我很多次，很多年了我都没有来，而直到了2012年的这一次的妈妈的生日呢，我就应约他来到了这个Tangkak的这个妈妈 center 来参加了哦。这样来到center 的时候呢，就是看到了很多信徒们都在一起唱巴阵，当时我也不懂什么是巴阵，所以参加了这个巴阵的时候，我就觉得心里面觉得很舒服了，心里面很平和，然后呢也充满着能量，所以呢自此之后呢，我就每个星期我都会来到 Centre 来参加 Centre 的巴阵。Brother Toh， 你还有参加什么活动吗？在我刚开始的时候呢，主要呢都是来参加 Centre 的巴阵，还有呢就是去参加中心有主办的这个修学营啦，萨达纳 camp 啦。这样在我加入了 Centre。大概2年左右的时间当时的 Central Chairman Brother Albert 就有委任了我成为这个Center 的灵修组长，所以呢，我就开始呢去参加甚至去主办我们 Center 自己的Center 的比如说STP 呀还有这个沙利斯克也就是说这个学习圈呐所以从这些活动中呢，我就学习到爸爸的很多的这个教导，尤其是说我最有深刻的就是戒持我们的欲望减少我们的这个执着这是我最印象最深刻的了。Brother Toh， 你有去过布达巴蒂吗？有，就是在我加入了Tangkak Centre 的时候，也听到很多的 brother sister 有讲有要去这个布达巴蒂，去到妈妈的地方，这样呢直到了2014年我就是有这个机会，因为Tangkak Centre 呢，几乎可以说每一年他们都有主办灵修行程去到布达巴蒂，所以呢，我在2014年呢，我就和我太太第一次报名了来参加，去到这个布达巴蒂。这样当我去到布达巴蒂的时候最向往的就是去到固安后的那个巴阵去到巴阵的时候很奇怪的，有一个很奇妙的感觉啦，一个很奇妙的感觉，就是当我听到巴阵歌的时候尤其是在这个阿拉蒂的那个时间我的心里面就会有一种一种感触的一种那种感觉然后我就会流下我的眼泪，但是我知道这个不是一个伤心的眼泪，它是一个很让我很觉得很安慰的一个眼泪，所以自此之后呢每一年我都有随着Tangkak的所主办的这个去到布达巴蒂，我都有来参加来到这边的感觉呢，还给我觉得说布达巴蒂这个地方让我的心情让我心境很平和
把生活上种种的压力啊，工作上的种种的压力啊，都很自然而然的都会放轻松下来，整个在布达巴地呢，都会过得很平和、很轻松、很心里面一种很快乐、很喜悦的那个感觉啊。Brother Toh, 你最喜欢的巴珍的歌是哪一个？我最喜欢的巴珍歌呢，就是我的主塞巴巴。当我唱这首歌的时候啊，我都觉得啊，感觉到爸爸给到了我很大的一个的能量啊。因为这首歌呢，这歌词哦啊，就是我的主塞巴巴啊，信靠你什么都不怕啊，就是啊。当我遇到有工作上啊，或者是生活上遇到的种种的困难啊，种种的压力啊，当然了，我来唱这首歌的时候哦，我就觉得好像爸爸给了我一种能量啊，他消除了我种种的这些恐惧感，就好像这首歌里面有讲到考验之后信心才会有这个光芒是你的爱让我的心祥和，所以呢，我就觉得这首歌爸爸给了我很多的这个能量啊，让我消除了我所有的恐惧感啊，让我可以觉得爸爸就在我身边啊，给我引导，然后去解决我生活上、我工作上种种的问题。Brother Toh, 爸爸对你的人生有什么影响？在我加入了赛峇的时候，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面啊，应该是在两年里面的时间，当时的Centre Chairman Brother Albert, 他就委任了我成为Tangkak Centre 的这个灵修组的组长。当时呢，我也不考虑这么多，一口就答应了。但是呢，接过了这一份工作之后哦，我才发现呢，原来灵修组需要有灵修方面的一些的就是说爸爸的教导方面的一些的认识，因为在每一个星期的巴珍的时候，我都必须要向来参加巴珍的信徒们解释有关当天的这个爸爸的这个message。所以当我开始接过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就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爸爸所讲的这些 message 这些教导啊，因为当时我都很新嘛，对不对？很多的爸爸的这些教导我都不清楚啊，都不了解。这样不了解，怎么样呢？去跟其他的信徒们去解释呢？于是呢，我就跟爸爸祈求说：“爸爸，既然你安排了这份工作给我，你也给我这方面的智慧，让我懂得怎么样去执行我这一份的工作。”所以经过我的祈求之后很奇怪的，当我在执行这些灵修上的工作的时候我会得到很多的启示帮助我去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这些启示它可能来自一些书本，一些爸爸的一些的书本还有呢，有时候呢，它会来自一些其他的 brother sister 给我的一些的领悟，甚至有时候有一些呢，它是我自然而然的就会有这方面的去明白、去领悟到的因为怎么说呢？因为有时候当我不明白的时候这些爸爸的这些教导的时候我就放一边先经过两三天之后我就有一个很自然的很自然的那种现象就会去领悟到爸爸所这个 message 里面所要呈现的他的那个的意思所以呢，自此之后呢，我就是每次有问题的时候我不明白的时候，我都会向爸爸祷告，跟爸爸讲叫他给我这方面的力量，给我这方面的智慧。所以每次呢，爸爸都不会让我失望了，每一次他都会给我找到答案的所以因为我这个灵修的这个的工作，我需要接触很多这些爸爸的这些的教导，所以呢，受益的人，首先受益的人就是我本身，
因为怎么讲呢？因为啊，学习了爸爸种种的教导之后哦，让我的人生的性格啊、想法啊，都有很大的改变。之前呢，我都是负责一些，我的工作、啊、都是负责一些领导的工作啊，领导的工作需要去管啊，做领导去管，管人啊，啊，管公司。所以呢，我就有很多在工作上的很多的执着，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要你这样做，我要那样做。很自然而然的这种性格啊，就反映了在我的家庭里面，在我的朋友的圈子里面，所以我就很会要求人，我要你这个，我要那个，啊，我要我的家里的人要这个要那个，啊，就是因为这样子的行为啊，让我跟身边的亲人啊，身边的朋友啊，就有不和咯，有不快乐了。但是经过学习了阿爸种种的教导之后哦，这一些的行为啊，我都慢慢的放下了，尤其是我的执着啊，我这种种啊，这个工作上就是对人的执着啊，我都会放下了。我反而会问我自己，我本身做了些什么，能够让别人啊过得更加的快乐啊？还有呢，就是学会了啊，也领悟到了，放弃了很多的戒指我们的欲望啊，就是要求不要那么高，这样慢慢呢就让我的人生呢就做出了一个的改变哦。还有呢，就是在我的健康上啊，在我健康上，我记得在2018年的时候，其实我记得是应该是七月份的时候了。我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忽然间觉得我的胸口很痛，哦，然后整身都在冒冷汗，啊，就当时我就觉得，哦，这种情况呢，我就想到，哎，是什么情况呢？怎么会整身会冒冷汗呢？后来我没想这么多，就是喝了一杯水，然后去休息一下。然后当我休息大概5分钟、10分钟之后哦，我的胸口也不痛了，也在那冒冷汗了。于是我就准备了跟往常一样去上班哦。但是到了下午的时候哦，到我下午的时候，我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就是说，我今天早上啊，有身体上出现这个状况啊，这个胸口痛啊，可能是跟我心脏有关系。所以呢，我就特地找了一个医生，他有这个做这个心电图的检查的。所以经过检查之后哦，医生告诉我说，我的心跳不那么规律。他建议我呢，再去政府医院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专科医院，再做进一步的检查。当时我听了也不在意啦，就是回家了。但是心里面还是有一个不安的感觉啦。于是到了第二天哦，我就去了马六甲的一个专科医院。当我拿着这个之前的这个医生的报告去了这个专科医院的时候，然后再给当时的那个专科医生再做一个检查之后，医生告诉我，你的心脏是有问题，必须要马上进入 ICU。他也告诉我，其实呢，我的在前一天呢、啊，我的心脏就是已经是心脏病爆发了的。所以我听了，当时忽然间听到嘛，心里就是很害怕了。但是没办法了，因为就是要听医生的指示了，就进入了这个 ICU。像在 ICU 里面，在医院里面检查了一天，就是第二天医生说我的心跳呢是有问题的。于是呢，我就在那医院做了这个 angiogram 的检查，心脏 angiogram 检查。然后呢，医生告诉我，我的心脏的血管有一条呢，100%已经堵塞了，所以呢，因为这个堵塞导致了我这个心脏病。医生说也没办法，你唯一的现在要做的就是马上要做手术，就是在我的这个心脏里面做 balloon， 然后再安装一个支架在我的这个血管里面，
这样医生说呢，这个虽然是个小手术，不是很大的手术，但是它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我听了当时是害怕了。所以呢，就在这个手术过程中呢，我都是清醒的啊，都是清醒的。所以呢，我的心里面就是一直想着爸爸，然后也一直念着，心里面一直念着 Gayatri Mantra 啊，祈求爸爸给我能量，让我能够顺利的完成了这一个这个手术。这样在整个手术过程中呢，因为得到爸爸的一种给我的一种力量哦，我整个手术都觉得很放心，也没有再害怕啊，直到我整个手术完成所以呢，这个就是我觉得爸爸给我的一些在我的健康上给我的一些的保佑，给我的一些的保护。Brother Toh， 对你来说，谁是赛爸爸？当我刚加入的时候，我认为爸爸他是一个灵修导师。后来我也知道，哦，原来爸爸他是个神化身阿瓦塔。但是到了现在哦，我觉得爸爸他是我的一个朋友，一个很亲的朋友哦。因为当我有快乐的事情的时候，我都会跟他分享啊。然后我有一些困难啊，或者是说那些心里面不高兴的、不如意的事，我都会跟爸爸倾诉，告诉爸爸，让他赐给我能量，让他赐给我智慧，让我去解决我所有的问题。爸爸也说过Walk beside me and be my friend。 所以呢，我就是把爸爸当着是我身边的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谢谢你Brother Toh 今天跟我们分享。Salam Salam Sister Grace。